你看这地下洞的太屎了，一样是相互弹环转体百发，反握是套腿转体百发，然后是一个臂式转体弹环转体360，马上做一个叶格空翻，身上摆倒立，做了一个帕克空翻，这是地组难度0.1的加分。双腿立撑后回环换位的高杠，高杠的长短区上后白绳手倒立，正套转体180度。哦，这动作完成的很不错，它是一个阿拉伯前屈2周下，就前摆转体180，再接屈体前。